开播了接近9年的资讯节目《姊妹淘》日前突然宣布停播，当时有传是因为无线想节省开支，今日又有消息话节目会复播。作为主持之一的张宝仪，有没有收到风啊？是啊，有听到有这个消息，不过详细就未知道住，因为姊妹淘咧就佢哋个监制咧就今个礼拜尾就会约外倾嘅，咁所以就暂时都未有更多 information 住。节目都相当旺姻缘，唔少主持都成功嫁到俾如意郎君。宝仪同男朋友袁伟豪都屡次传出好消息，所以下个届嘅主持会唔会系你啊？系咁，总会有人排住呢条队嘅。我希望我唔会压住呢个位置太耐。姐姐最近用了7000万买了间豪宅，宝欣会不会都很心急想上车啊？其实我自己很努力去买我的健康食品嘅，都 OK 嘅。咁但系置业嚟讲，我就暂时未谂到咁远，系啊。屋企人会唔会都话帮下你手？其实都很想自力更生咗先啦，同埋都如果任何投资嘅机会咧，都会去询问一下大家嘅意见咯。